上期视频中我们抽到机械师的左仓双叶，然后菜就迫不及待玩了一把，于是今天的新币展示就来啦。这次的小乐同学百分百还原了女神异闻录中左仓双叶的形象，一身俏皮打扮，头戴耳机和眼镜，最最重点的应该就是一改往日形象的橘色长发了，简直呆萌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当然就是盘点机啦，为了加快休息进度，我们张望傀儡同步休息。在奈不同学心火力的情况下，我们左右开工祈求两台地。心满意足地坐上小椅子，但趁这段时间队伍被救下来，最后以平局结束游戏，再见。